要嘅時刻，你想邊個頒呢個獎俾你？我想頒呢個獎俾我人係爹哋，我爸爸會冇嚟嘅，所以我想啊。咪住，爹哋，恭喜曬！Thank you， 多謝你。生活在另一個空間那裡，這份友誼永遠會留在我心裡面。是真誠，我祝福你會踏上那